书曰：七世之妙，可以观得。而李家之说是数不同。然自李济、王志、技法、李器大儒荀卿、刘兴、班固、王肃之徒，以为奇妙者多。盖自汉魏以来，创业之君特起，其上士为又无功德以备祖宗，故其初皆不能立奇妙。唐武德元年，始立寺庙，曰宣简公、义王、景皇帝、元皇帝。贞观九年，高祖崩，太宗诏有司定义，建议大夫诸子奢请立七庙，须太祖之事以待。于是上书八座义礼，曰：天子三朝三暮，与太祖之庙而七晋、宋、齐、梁皆立清庙六，此故事也。至曰：可。于是复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世。二十三年，太宗崩，弘农府君已逝远回，葬家室，遂复太宗。及高宗崩，宣皇帝迁于家室，而复高宗，皆为六世。武氏乱败，中宗神龙元年，以复京太庙，又立太庙于东都，亦立始祖为七庙，而义者欲以梁武昭王为始祖。太常博士张琦 PG 186贤义以为不可，因曰：古者有天下者是七世，而始封之君位之太祖，太祖之庙百世不迁，至暇祭则毁庙，皆以朝暮合时于太祖。商祖玄王、周祖后继，其世数远，而迁庙之主皆出太祖后，故合时之序尊卑不差。汉以高皇帝为太祖，而太上皇不在合时之列，为其尊于太祖也。魏以武帝为太祖，晋以宣帝为太祖，武宣而上，庙事皆不合时于暇，至隋亦然。唐寿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，以其事晋，而在三朝三暮之内，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属尊不列合时。今已以景皇帝为太祖，复宣皇帝为七世，而太祖以上四世皆不合时于暇。博士刘承庆引之张议曰：三朝三暮与太祖为七庙者，礼也。而王继有浅深，太祖有远近。太祖以恭俭，朝暮以轻重，有功者不迁，清净者则毁。今以太祖敬而庙数不备，乃欲于朝暮之外远立，当迁之主以足七庙，而乖迭毁之意不可。天子下其议大臣礼部尚书祝清明两用其言，于是以景皇帝为始祖，而不复宣皇帝，以而以孝敬皇帝为义宗，复于庙，由是为七世，而今太庙义七世。众尚书宋景以为义宗追尊之地，不宜列朝暮，而其葬在洛州，请立别庙于东都，而有司实想其今庙神主藏于家室，由是复中宗，而光皇帝不迁，遂为七世矣。瑞。